计时移动。我倒要看看剑圣今天敢不敢来。师父驾徒弟，齐天大笑。要怪也怪我自己不争气，都败在他的风光剑下，让他做了这个门主，丢了这个人。在下君子剑周游，没想到能在这儿遇到剑圣公孙寻。江湖传说剑圣手里的风光宝剑天下第一，下个月中朝廷要选新的武林盟主，在下想借此剑去比试比试。这不是风光宝剑，我也不是江湖中人，更不是剑圣，你认错人了。剑圣果然名不虚传，周游甘拜下风。